好嘞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码的部分哈。好，刚才我们这边都已经有执行了哈。来，老师很快的来说明一下，这个就是挂在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啊，对，这边你们可以把它。好。那这个是安装，好，刚才也讲过了。好，接下来这边都还没有动作，啊，只是老师的介绍。好，那这个是刚才你们产生了这个资料夹，为什么要产生这个资料夹？因为这个资料是在云端，不是我们本地端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两个资料夹，Data Bible 和 Media Pie 啊，这两个，好。那接下来这个动作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动作呢，老师执行一下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去刚才上面那个网站去抓两张照片，一张照片我存成叫做 person 的 one，另外一张照片存成 person 的 two。来注意一下，来看怎么做，来看一下哦。你这边可以往后面拉哈，在这个地方。这边你们先关掉。好，那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在这里哈，来看这边有个 HTTP 有没有？你就可以把这边所有的往后面拉，拉到最后这个80啊，Ctrl C copy 一下。好，然后你回到新的网页，把刚才 copy 的贴上来，这是它其中的一个照片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刚才抓的应该是这个照片，那至于你说老师，我之后的照片要用哪一个，你就可以去到他的网址里面，他这边按下去哈，他都会有 IP 位置，你就可以 copy 了啊。好，那这个你们就回去试。好，那接下来来看一下，那个是另外一张照片，你一样啊，一样画葫芦。那老师来先解释刚才这个做什么动作？来，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去把刚才的这张照片去做下载的动作。下载完了之后，我存成叫做 person 的 one。那另外一张照片呢，一样。啊，是这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张都抓起来了之后，来看一下，我存成了一个叫做 person 的 one 跟 person 的 two，那存在哪里？存在刚才的这个资料夹里面。好，来看一下在哪边，点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的云端怎么？啊，出来了哈，在 Bible 的 Media Pie，你们看，点一下这边之后再点一下。好，因为我这边资料很多哈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边就是一个 Person 的 One 跟 Person 的 Two，你们会看到，对不对？在你们的云端那边会看得到。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自己要做，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的作业哈，要请你们带一些资料过来哈。我待会会讲，我先把这边程式码跟你们讲完。好，那做完了之后，这个是抓两张照片下来，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？接下来这个就是 Python 里面它会有一些的套件啊，你去执行。那这个就是刚才的 Media Pie 这个套件，然后我们取成就叫做，因为 Media Pie 太长了，我们就取名叫做 MP 而已啊，反正看到 MP 就是 Media Pie 的套件。那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套件啊。好，接下来就做一件事情，做脸部的侦测。那这个程式码各位稍微看一下哈，看到没？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Person 的 One，看到没？啊，Person 的 One 这一张。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资料夹改到这里来了，所以说它会去
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 personal one 啊，去抓这张照片。那这边都是它的一些过程。那老师下一次再讲，先让你们练习。好，那做什么事情呢？好，那我再做一次，因为我现在的应该会跟你们一样了，这是我上次抓的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它就会分辨，哎，是不是抓到了？好，这个呢，现在这个脸部的侦测呢，它可以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它可以侦测到脸，帮你框起来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它会帮你标注特征，有六个特征：眼睛两个，鼻子两个，嘴巴还有鼻尖。嘴巴，所以一共有六个特征。好，好，那你们再来执行下面这一段呢？好，是一样。来，下面这个，来，下面啊，请各位要改一下。来，看这边，我们刚才不是第一个吗 ？Personal one， 对不对？第二个 Personal two， 来这边，请各位做一件事情，来看这边，把这个。这边不是有一个 person 的二有没有？它前面有一个井字号，各位把井字号拿掉，把井字号拿掉，但是把 person 的 one 把它加上一个井字号，好，特别注意这边。那这个的意思是说，井字号的意思代表 mark， 这个指这一段指令不要执行。我现在去抓我的 personal two 这个照片过来分析。好，改完之后来回到前面一点点，还是这边去执行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抓我第二张照片，看到没？哎，第二张照片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抓的很准。好，那老师把这边后面讲完，这个 AI 的这一个工具呢，它可以除了可以帮你找到脸的部分在哪里以外，最重要就是它还可以帮你标注左眼、右眼、鼻子、嘴巴还有耳朵，好，这几个，那各位可以执行一下哈。那接下来这个是老师下次再解释这个程式码哈，它的结果呢就会秀在这个六个部分在这里。那怎么去显现出来每个在哪里呢？程式码在这里啊，左边的右边的眼睛，左边的眼睛，鼻子的鼻尖，嘴巴的中间，右耳、左耳。看到没？它就会秀出来这些的资讯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做到这一步。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让你们自行去练习一下，网络上面只要有人脸的，你都可以试试看。好。那你说老师我要自己做的话怎么做？来，先看一下，我假设是这一段，因为我现在只是改 person 的一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改 person 的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很简单，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区块，你按滑，我看滑鼠的右键，啊，做。复制储存格，好，来看一下哦，按一下复制了，好，复制了之后来再往下走，走到这边，好，走到滑电视B。
明显的，好，来，等一下哈，好，走到这里的时候哈，来，你们按一下滑鼠的右键，然后哎，没办法贴上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移到这边哈，按 Ctrl V 贴上来，刚才的就贴过来了，好，看到没？好，刚才的就贴过来了。好，这贴过来是我们今天要练习的。